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明镜电视的中国研究院的节目啊。这一节里面我们要讨论的是人间奇迹。什么叫人间奇迹啊？不是我讲的，是人民日报说的，好像是习近平说的，说中国现在已经解决了脱贫的问题。我呢，在我的推特上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很多人都不同意啊，说这个解决了脱贫问题啊。好像有60%啊都认为没有解决脱贫问题。那我就先请教一下郑曙光先生，你觉得这个脱贫问题有没有一个标准呢？像我这样的话，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没有脱贫呢。那习近平好像也不包括我们海外华人是吧？脱贫是一个标准吗？在中国我觉得贫困本身就是个主观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当然你认为贫困线在哪是你定的，中国政府定的贫困线，这个绝对贫困是人均收入4000块钱人民币一年，日均是11块钱啊。这个世界银行在2010年的绝对贫困值是这个13人民币啊，就1.9美金啊，那就是略低于世界银行的这个标准啊，但是他有自己的标准，拿自己的标准完了以后呢，达到了他就说那我就解决了吧，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里头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儿可以探讨，就是说他定一个线，他完成了那就完成了呗。但是这个我倒觉得，我倒有个疑问，我插个话啊。那个刚才旭光说呢是4000块钱人民币一年，这个呢实际上是2020年一月份吧，这个国务院扶贫办的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他在回答记者问的时候，他说那个如果要是我们按照今天的这个价值，这个人民币的这个价值来说呢，脱贫的标准应该是4000块钱一年。实际上呢，在真正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可看到的很多地方的，实际上采取的是多少呢？采取的是2021年到2016年这之间的波动的这个脱贫的线。那时候呢，这个脱贫线是多少呢？是2300到2500。对，2300到2500，实际上呢，他们在用这个线，就是现在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这里头呢就有很多的问题啊。同时呢，因为呢这回的这个所谓的要2020年一定要完成脱贫呢，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是中共的这个总书记习近平定下来的。这个叫什么呀？现在可能你们都不看那个新闻联播啊，这点我特别有发言权，我天天看。建党一百年是吧？对，我知道他们建党一百年献礼。对他们的语境，你知道吧？他们一说是什么呢？这个中央台一说呢，叫做什么呀？叫做各省的省委书记叫把脱贫任务叫督办，现在要督办，然后呢，他用另外一个词叫督战。省委书记各单位的第一号，这个最第一把手一定要督战，这是要打一场全民战争，用这种办法呢来解决脱贫的问题。而且呢，他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要求，叫做领导干部啊，你的考核是一票否决，如果没有完成那个脱贫的任务，一票否决。所以呢，在督战督办的过程当中，督办和督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哈，这个大家呢都是用这种强令性的这种办法来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很难去讲了，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水分在里边，因为说都查一句，习近平就在这个扶贫这个表彰大会上不是谈了吗？这个不要做表面文章，不要像撒胡椒面这么都有笑话。他这个胡椒面实际上也是说不要做表面文章的意思，那个就是说这里边有水分，因为他这里边就习近平自己在表彰会上都谈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说明下边这个扶贫啊一定有水分，一定都是为了谎报，甚至谎报军情都可能的。
但是他需要啊，他需要，他政治上需要这个东西，因为作为最高的领导人，而且他亲自定下来的这个所谓的战略目标，而且是尤其是针对2022年明年的这个20大要开，他要完成他的这个连任的这个目标的话，那他必须每一件事情都是成功的。所以目前来说，已经在中国的850多个县，原来都是有贫困县的这个所谓有贫困县这个帽子，现在全部摘掉了，全部摘掉了。那你有的呢是真的摘掉了，有的呢是反正编数据也当然也可以摘掉了。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先不管它这个是4000，这个一年的平均收入呢，还是用的是2300一年的平均收入。那我们就看这样的一种说贫困摘帽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的。你看有几种啊，比较典型的一个呢，说叫做帮助现在比较 popular 的啊，是帮助呢乡村低收入的地方呢建立自己的产业，建立产业了以后呢，然后呢帮他们再解决销路。现在特别火的一个词叫什么呀，就是在扶贫上特火的一个词叫带货。然后呢弄了好多的这个网上的这个网红啊，去做这种网红直播，然后呢做乡村的直播去带货，就是卖帮助这个贫困地区呢，去帮助他们去卖他们的产品。你比如像我经常会看那个这个孟非的那个相亲节目啊，那个孟非那相亲节目上他还专门有一个就是给贫困地区要带他们的货，然后呢给你送一个什么贫困地区的一个购物卡呀什么，这个实际上呢就变成了江苏卫视替这个就是参与扶贫支持扶贫的这么一个工作，也是替党分忧了。但是你想他真正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这个政府出人出力，出钱出人出力，然后呢大量的物资倾斜。另外一个呢，国企呢要进行的非常强硬的硬性任务安排下去，你必须要出钱出力出人。还有呢就是民营企业摊派，我的好多的朋友都被要求去摊派，这个每年要拿出多少钱来，要去扶助多少人，然后对口帮扶，这都是要做的。接着呢给一些这个富豪啊，比如什么马云马化腾啊刘强东啊，他们都有硬性的任务。但是真正你要想解决这个脱贫的问题，如果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你要培养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这个造血这种机能。但是各方面呢最后发现培养起造血机能那太难了，那怎么办呢？那很多的办法就是异地搬迁。你比如像什么这个宁夏的这个自治区当中的这个什么西海固那个地方确实是太不宜居了，那怎么办呢？就把他们整体的整村的把它搬出来，搬到一个相对好一点的在这个银川边上的这个能够居住的宜居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呢去参加生产活动。但实际上呢那个搬过去了以后，如果在当地能够形成产业，能够而且是一个市销对路的产业 OK 那是好事儿。但是很多的时候啊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只是把什么把强力的搬过去了，搬过去了以后到那儿了以后再做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很多农村啊农民啊本身中国的土地就是有限的，而且呢产出那不可能真正解决的脱贫的问题，如果靠只是种地的话又没有多少地的情况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一直在提了一个，我说呢这个你别看现在这个就算是真的脱了贫，那我想未来的三年可能就是中国一个这个非常大面积的这个返贫的一个过程。因为什么？你现在已经脱贫了，现在连这个原来的叫做扶贫工作委员会都没有了，现在改名了叫乡村振兴工作委员会，因为没有贫困了嘛，都消灭了，所以现在变成乡村振兴工作委员会。那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他们政府倾斜的财政力度，这个财政倾斜的力度就会减少，财政拨款就会减少。何况现在中国本身的财政的问题就是非常非常紧迫的一个问题，财政非常紧张，对吧？光靠财政支出来这个扶植这个解决贫困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这是一。
第二一个企业，刚才我们强调这个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企业家们也好，他们现在在被要求呢要强力的去支持这个扶贫的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已经脱贫了，我想后续很多的这个这方面的力度就会降低。那如果离开这个，你自身又没有建立起来一个自身的这种造血机制，那你想后续，我想未来的三年可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返贫的过程，所以这一块呢非常值得关注。洪江啊，我注意到你刚才讲这个三年返贫是什么意思啊？我就要说这个，我就要说洪江这个说的这事儿。刚好有一期啊，我跟军涛做节目的时候，也是讲到这个摘帽的这个问题。摘帽是有政策的，就是说摘帽政策要延续，所以我估计啊，就是说怎么着也得延续到2022吧。这个习近平把他这个连任问题解决，大概了。对，二十大开完之后再说这个事儿。这个之前呢，就是说摘帽，但是呢政策不改。但你要知道啊，我现在所看到的，我所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呢中国的这个政府啊，中央政府的财政呢是非常紧张的。因为在这个疫情，一个是这个美中贸易战以后就开始紧张，然后再加上疫情的这个防疫啊大量的开支。所以现在呢使得政府的中央财政啊，这个紧张到不是你能想象的。我就前一段我讲过，我的一个朋友啊，就北京的政府官员，北京政府的官员，他呢我们通电话，他亲口告诉我的就是一月份的工资，北京市政府公务员的一月份的工资发工资推迟了。你就想啊，因为什么？因为财政没有钱，北京市政府啊财政没有钱，这都是在过去从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要说东三省的，对吧，西北的，那这个或者是西南地区的那个财政啊，这个捉襟见肘啊，不行就拖欠教师工资啊，这个呢是时有发生，对吧？但是这个发生在这个中国的首都北京了，所以你就想这个是真的啊。后来我同学专门告诉我说，确实发了，最后发了，没有不发，但是推迟了，这是在过去他们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你就可以想象啊，说这个政策是不变，但是政策也需要真正的财政的支持。现在呢这个债台高筑的情况下，财政呢会越来越紧，所以我想呢这一块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说呢，也有这个网友呢说问我说，为什么是三年不是四年也不是两年呢？我说这纯粹是我的一个估计了。那你说这个谁，我也不是算命的，对吧，我也不知道这个可能会是什么。但是从我们现在每年的今年报出来中国的这个 GDP 的增长率是 2.3%。 现在呢我们在这个扶贫啊，2020年上在扶贫上，应该上回看到的是9000多亿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资金积累下来的。你想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现在就是在18万亿左右，这次抗击疫情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费用，这个现在的疫情上的就是一次全民的这个检测，好像就是那次讲是6000多个亿，就是这个疫情的。这是个数字问题啊，那个恒星。咱假设这个不是，他是说大概9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咱按一个亿算，一个亿的话，按照你咱们刚才两个数字，一个2000多，一个4000多，就是2000亿到4000亿嘛，每年。这个、现在就给钱呢。对呀、啊。如果说你不是说我帮他那个让他产生造血能力啊，这种实际上往往是非常不靠谱。你就说就是每年我供你4000亿，你说中央政府供的起步。他这个中央政府当然这种方式是可以，但是什么呀。你要他当政治任务的时候，这事就不是事儿。没有说给北京干部发工资是政治任务，如果是政治任务，马上就没事。你看那个美国这个疫情纾困啊，马上1.9万亿在路上了。拜登说了，这个1.9万亿不批他就不去那个国会啊，不去国会做国情咨文。那缓出来就说等那之后再去嘛。那现在美国在去年。2.2万亿，9000亿，完了以后1.9万亿马上来，
美国有美国的玩法，那中国也有中国的玩法，对不对？这一点我也考，我也我对啊，就是说，也想，当然到时候造币税嘛，这一块到时候就可以印，可是也得有限，也得有限。这跟疫情有关系。不是说有限，就是说，就是铸币的结果就是通胀嘛。那通胀的话，这个就不断的发行货币，对，没办法，他就只有这个方式。他就通过这种。不说均贫富吧，把那个现金持有者的钱，你有存款的人的钱拨到那个没存款的人那儿，对，把它洗掉。这个就说中国这个脱贫啊，全部脱贫就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特别是在疫情一年以后，这个在疫情的发生那个之后，这经济衰退，这个什么的，那个负增长，这个经济负增长，失业的那个什么和那个倒闭那么如潮的情况下。居然这个贫困还脱离了，而且如期按照这个中共这个计划的2020年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时间的这个全部脱贫，这显然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宣传工程，这是一个表面文章。包括就刚才我谈到习近平自己说了，不要做表面文章，不要撒福建面，实际上他们仍然在做表面文章。这个彭博士撒胡椒面啊，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平均用力，没有重点。没有，这个就是表面文章了，根本就不深入。那还不是。这是陕西话是吧？啊，这是陕西话是吧？陕西的。不是，这是中国话。中国陕西。他有的人在嘲笑他，实际上这个。对，胡椒好像湖南人不吃胡椒吗？胡椒粉，福建面的。不是，我没有撒过胡椒粉。网上在嘲笑他，是认为他好像是写错了，不是他这个写稿子一定是为了用通俗的方言语言来传达这个不要做表面文章这个意思，就是结果习近平在读的时候就停了一下，就觉得是不是写错了，就撒胡椒面儿，停了很久，然后再说了，还是读这太通俗了，冲突太通俗。他已经有过教训，因为上次读错，上次你在写错了，对不对？他说那个叫什么热干面，要热爱热干面，这个估计写错了，也或者说是不达意吧。就那个时候，当时确实有点可那、这个热干面的事情。你看是撒胡椒面还是撤胡椒面？他一看一撒胡椒面，他估计是不是跟上次一样的，是停了一下，不过还是说出来了。这实际上他没写错。好的，我们这个节目已经有很长了。那我们不但关心中国的贫困人口，我们特别关心香港的贫困人口，因为那个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在大陆我们就知道香港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特别到了香港当时最贫困的这个居住地里面就看了一下，那确实是人间地狱。那几十年之后，香港的贫困人口又是怎么解决的呢？听一听我们陶健先生是怎么说的。我们现在请教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北京中国最近几天在人们的一个宣传不是话题，是个宣传，但是这个宣传呢就是搞这个所谓全面脱贫。那么我呢在海外做了一个小的试验结果很多人还不认同，说你这个全面脱贫，我们现在就是贫困人口我没发现自己脱贫啊。当然这个里面就是说脱贫的标准是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习近平打出这么一个一个宣传的这么一个声势，说中国人解决了全面脱贫，是不是你可以感觉到他自己的那种满足感，或者是他那种迎合的民意使他是不是让他在老百姓中间的心目会得到改变或者是好转？首先今年非常重要，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对，还有这个4个月不到就是百年大庆了，所以呢就绝对现在要营造一种乐观的气氛。明年呢还有别忘了还有20大。20大。是不是？对。所以呢现在要营造一种就是正能量的这么一个气场或者是气氛。至于是不是真正的完全脱贫呢，我们要从社会科学上要定义什么叫贫。因为不久以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他自己说，现在有6亿人口
平均一个月这个收入才1000块人民币，不是这个美元，是不是？那么6亿人口月入1000块，这算不算贫呢？啊，所以呢，现在在社会学上，贫呢有两种的解释，一种呢是叫绝对的贫穷，就是要吃贫。比方讲，你整个国家这个啊，像一些非洲很多这种索马里啊这些啊，啊非常贫困的国家啊，那些个人口啊，每天这个收入啊，才2块钱美金，啊，这种呢是在以今天的通货膨胀，21世纪2021年呢这样的标准来说是绝对的赤贫，是不是？而且呢有没有一些饥饿啦这些呢？啊，也有。那么你说今天的中国是不是像80年代埃塞俄比亚那样有饥荒啊，饿死人？这个是没有的。所以呢，是不是有赤贫呢？这个我不敢说，因为我没到过最贫穷的山区去看啊。到底什么是赤贫？是不是不够吃？吃的不够吃，然后呢，这个赤贫还有别的这个表征，就是小孩有没有营养不良，嗯啊，或者是赤贫的地区啊，人均的寿命率，寿命啊，是不是比其他的省份呢、要短？这些数据呢，外面的人不掌握，这就不好说。但是以李克强说这个6亿人平均1000块，啊，那么这里头算不算有一些个相对贫穷、相对贫穷的人口呢？这肯定有的，因为我们在今天呢，像香港今天有没有穷人？有，但是今天香港没有穷人住在山边的木屋，没有很少的穷人在街头露宿。今天的这小孩是完成了这个9年免费强迫教育。我小的时候，我就看见5岁的、7岁的小孩，在这个码头边没鞋穿，然后呢就替人家擦鞋，或者是开车门啊，就讨些小费，1毛2毛。这种贫穷呢，在今天香港是没有了。但是今天呢，香港特区政府说有一个相对贫穷的人口。啊，就是说你不用住木屋，不用日晒雨淋啊，你这个女儿呢不必呢，就是说到15、16岁啊就卖给什么富有的人家，或者是做初妓啊，这种没有这种啊。甚至你这个穷人家的住在公共房屋里头的家庭呢，这个小孩还会有手机，甚至有这个冷气机，但是他现在每个月的平均的收入，一家四口，比方讲加起来只有这个港币，比方讲的10000多一点啊，那就不足以啊，在这个非常基本的衣食住行呢，啊，这个生活的啊基础跟水平上有太多的啊消费的空间，是吧？啊，但是我们今天到香港九龙，很多叫深水埗啊、旺角啊，看见住汤房，一个人住的那个空间啊，就是6尺乘8英尺，啊，然后呢，洗手间没有，啊，他的那个自己住这个房间跟火柴盒一样，比这个棺材啊略长一点，略宽一点。啊，现在有数以万计的人住在这种房子里头，而不是说60年代住在那些木屋里头，啊，像上海在40年代闸北那些滚地龙啊，那么现在你这香港看不到，上海也看不到，但是不等于说没有穷人，这些是不是穷人？绝对是穷人，可能住在这种汤房里头，这个穷人有没有手机？有，啊。没有手机他早憋死了，是不是？嗯，以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啊介绍过香港的贫困情况，说香港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拍了很多的现场视频，说他们有的人就是一个床，就是他的房子把锁起来啊，平常就把它锁起来，就是一张床的空间。对，那一等香港的贫困现在按照您的说话就没有那么严重了，没有那么严重的话，或者人口非常少，那香港人是怎么解决贫困问题的呢？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没办法，这些人可以说
啊，大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啊住在这以前大陆中央台这种采访的这个这种房居住条件，叫铁笼房嘛，没办法，没办法，搞不定的，所以只能够每年每个月，这个社会已经缺乏了向上流动力，这第一啊。第二，他们找不到工作，因为现在对于这些持平人口劳动力的人口啊，工种比较少啊，首先是没有工厂，而且呢，像这种人年纪到了50多岁啊，人已经不是太年轻了，或者是60岁了啊，或者他没有讨不起老婆，只是一条光棍，那么在商场大厦的管理员保安也不会雇佣他们。啊，那么清洁工人呢，人家宁愿这种商场啊大厦或者医院呢 啊也宁愿请一些啊年轻一点的50岁的40多岁的这个大妈大婶。所以现在这些人口有不少，只能够靠政府的中援呢、啊、救济。但是香港有一个地方好，如果他们有什么疾病，叫一个救护车，他们到附近的政府医院还是能够得到比较平均的平等的医疗的机会。嗯啊，就是说不死吧，是不是啊，嗯啊，就是说他们或者是去检查身体啊，你排期吧，在医院排几个月，排半年。如果这是穷人住在这种箱子啊，这种小房间里头被验出了癌症，马上要开刀，他们还是可以马上开刀的。Okay. 啊，所以这个医疗这个补底啊还是比较妥当，但是每个一个月的收入，那没有人能帮他，只能够维持是这样，或者是问政府要。政府可以给多少钱呢？哎呀，很少啊，这个只能够给啊这么1-2千啊，2-3千啊，这样子啊，最多啊，还是给这个社工。2-3千吃东西都吃不饱啊。啊，是不饱的，是吃哎。那只能吃些杯面吧，是不是啊？现在还是有便宜的面包啊，香港这个面包还是3块钱还是买得到的，是不是啊？苦是非常苦的。当然这些人呢是有一些职业的，还是有的啊。比方讲他可能去这个拾荒啊，或者是哎呀在收集一些旧报纸啊，然后呢就。啊，卖给一些废纸厂啊，这些啊，啊零零碎碎的，给他100几十块啊，哈、啊，这一个月可以他自己这样捡捡破烂啊，或者这样收集什么什么废料啊，这样卖来卖去啊，啊，这样还可以挣2-3千块，再加上政府给的那2千块，啊，然后那个小床位啊，那个租啊。1000多或者是2000块，那只剩下就是2-3千块过一天，就一天10块钱，嗯，哇，很惨的，啊，所以他们连这个啊，所以现在，但是如果他年纪大了，他坐公共汽车啦、地铁可能有津贴，甚至是免费，啊，嗯，所以是，而且不过他现在有些社工啊，啊，或者有些慈善团体啊，这些还是会救济的。香港这方面非政府的这种慈善团体啊，还是做的比较好的啊。对，美国的穷人，你即使在很多城市都会吃到免费午餐，然后你睡在街上的话，政府会提供住房给你，或者是把你放到一个收容中心啊。即使就穷人还是可以得到保障。当然，美国有一些人的生活习惯就愿意当流浪汉，你也没办法。那香港的流浪好像给我的感觉不是那么多，比亚洲很多国家少。我所以呢，他们是不是持平呢？以香港的这个社会环境里头算是持平，但是过得比非洲孟加拉国的那些稍好一点。嗯，是不是啊？或者这些老头呢，他们自己也有一些远房的亲戚。或者他弟弟啊，或者是什么啦、啊、他们也会给他接济一点，现在我们不知道，是吧、嗯？但是没有饿死的，没有饿死的，没有冻死的。要是真不行呢、啊，给他老人中心呐、啊，这些呢，还是冬天的时候啊，这政府还是有这个福利的，是不是？嗯，
让他免费住啊，那个因为这个太冷了，是吧？嗯，其实穷人的问题以美国国家的标准，即使是在美国，即使是在欧洲，都一是有这个贫困人口。在美国也有一些孩子认为就是吃的营养不好，或者是吃的不是那么饱，也是有这种情况。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就是看这个国家能不能保障这个基本上的贫困啊，这个饥饿的问题。我觉得习近平所讲的这个贫困人口好像不是生活困不困难的问题，而是吃不吃得饱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对对，嗯，是，可能他是指没有饥荒啦，不会饿死人啦，或者是吃得饱，穿还能够穿得暖，基本就实现了。我们别忘了汉语里头这些灵活性，说基本啊，应该是说基本脱贫了，嗯，不至于饿死人口，这啊不至于饿死，啊活活饿死的应该没有，应该没有。但是你说啊，十三亿人啊，有的会不会啊老在深山没人知，或者是因为他自己的亲戚也不照顾啊，这些老头啊住在这些比较偏僻的这个山区里头，没得吃，这么饿死了啊，这个。然后没人知道，那肯定有，但是这个不算是一种现象，是吧？个案肯定有，啊，所以呢，这方面呢也，我想啊，这个，具体怎么样呢？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基本上，你要是跟1957年相比啊，或者是跟1942年呢，这个黄河大饥荒啊，那个啊，那个时候相比的，现在是。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啊。对，其实这种饥饿在那个时代不仅是在中国，在欧洲，在很多国家都很贫穷，包括我去台湾，嗯，台湾的人跟我讲，那么我们以前的日子也很贫困，现在的生产方式改变了，你再出现贫困的话，嗯，确实你这个国家的基本的问题，对吧？是是是，所以现在呢很多国家他自己也进步了啊，像中国这样对老人的这个社会福利啊啊，老干部、老离休员工啊，免费医疗啊，基本上他是还是做的不错的，是不是啊？至少你9000万党员老了以后都有这个组织照顾的，啊，免费看病啦，啊，啊，什么老干部什么宿舍啦，啊离休干部这个在这个院子里头拿个猪椅子，然后拿这个扇子，一面扇一面就说，哎呀，现在电视上看到这什么。啊，什么娘炮啊，小鲜肉啊，不像话啦，发发牢骚啊，这个是有的，是吧？所以说他们是不是很富有呢？如果没有贪污也不算太富有，是不是，嗯，所以呢你到这些中国的一二线城市看看，这些老人有时候在这个胡同在树底下，他们打打扑克牌，打打麻将，是不是啊？然后这一起把椅子在外面乘凉，你看看他这个房子里头，他这个屋啊，他也打开，你看看里面的基本的东西都有啊，有冰箱，有电视，是不是啊？然后呢，有个媳妇在里面炒菜，当然他是不是绝对不是豪宅，是不是？但是也不错啦，是吧？我们应该这样比较客观的这样说，也是不错啦。我在北京啊、上海就不用说，我到这个二线城市像。洛阳啊，郑州啊，啊这些呢，都见过啊，啊没有说看到这在路有冻死无这种是没有的啊，嗯。